黑心大奖最佳演员入围的有假好人饰演警察，我是警察，你犯了法马上把罚款汇过来。装可怜饰演穷学生，帅哥约会前先付100元购币。没良心饰演爱情骗子 Baby， 你爱我就借我5万元周转嘛。得奖的是没良心。感谢你们的信任和金钱上的支持。等等，近期电话欺诈越来越猖狂，他们的演技也越来越高超。接到来历不明或真假难分的来电时，切记别慌，别信，别给任何人你的资料或金钱。我们不要再让悲剧重演。